燕早上好，今天我们要采访你，是我们培根科技学院的 HND 学生对吗？是的。那我们想要问你，来到新加坡这边学到了什么呢？然后你的感触是怎样的？你可以用英文或者华语解释给我们听你的经验。好的。I'm Yan Yan, come from China, Harbin. I have been in Singapore for more than 2 years. As known, Singapore is a very beautiful country. People call it as a garden city. You can see the green tropical plant flower everywhere. Neat and clean environment.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来到培根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因为我觉得这边的老师都很负责，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学历都是在硕士以上。我以前曾经在新加坡的其他学校读过，但是都觉得培根是最好的，因为无论他的教学方式还是他的设施，还是从老师的教学的认真程度来看，培根可以说是我在新加坡读过的最好的一间学校。而且他的证书也是对我的未来影响也是很大，因为在这之后我要去英国或者澳洲去读degree。因为可以拿到 HND 的证书的话，我可以直接到其他学校英国或者澳洲的学校读第三年，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给我节省很多时间，也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帮助。那国家的学校是大学还是？对，大学可以直接进入大学的第三年，是拿到 degree 了。对 degree， 尤其像我，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我想能可以尽快的拿到，而且可以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在培根我是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真正的学到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只拿到一个证书。那你来新加坡除了培根，你在这边学到什么？像文化啦，这边的人啦，这边的culture， 你觉得怎样？新加坡他们继承了中国的很多传统，有些传统大概在中国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新加坡还是有继续了。他们中国的文化气息还是很浓的。大部分人都会讲华语，感觉很亲切。他们也现在在越来越重视华语。相信在这边生活读书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而且他们也融合了西方的一些文化，在这边也可以见到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相信对不管以后你去哪个国家，对你的各方面的知识的积累都是很重要的。那你会鼓励你可能以后的学生来新加坡这边读吗？可能你的朋友啊还是其他的小学生，你会鼓励他们来这边吗？我觉得这边的教育还是蛮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走出来看一看。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你可以学到非常不同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先进的知识。好了，那谢谢你燕燕，今天的采访就到此为止，然后希望以后呢能再听到你去外国深造的机会，然后的成功好吗？谢谢。 OK， 再见。Hello， 如玉你好，刚上完课啊。那今天我们要采访你，觉得在新加坡培根科技学院学到什么？你在新加坡的经验如何？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它周围全是海，而且空气比较清新。来到培根科技学院，我觉得在这里学习的氛围比较不错。和老师的能很融洽的相处，然后呢，每个老师上课对我们都是非常负责的，就是教导我们，每个问题都可以就是做到非常清楚的给予解决。我在培根科技学院这里
和老师们都能非常融洽的相处，我能在这里交到很多的朋友，所以说能在新加坡学到各地方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交流方式，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你觉得英文这边你来了会进步吗？肯定，因为在中国那里只有用中文来讲话和沟通。到了新加坡，是如果你要想和别人沟通，用英文是最好的。最好，那很好啊，谢谢你，如意今天跟我们的采访，你再见，拜拜。拜拜。下午好。嗨，新加坡这边培根科技学院留学学到了什么感受怎样？来这边有四五个月吧，觉得蛮习惯的，蛮习惯，因为大家都对我很好啊。很好，新加坡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啊，然后学到很多不同的风俗人情，因为新加坡有不止很多外国人。而且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对。那你觉得以后你如果有什么兄弟姐妹还是认识的朋友要来新加坡读书，你会推荐他们来这边吗？当然啦，当然要推荐他们过来这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不错啊。啊，你很喜欢啊。嗯，那很好啊，谢谢你啊，永毅。OK， 拜拜。Kelvin 你好，你是我们培根科技学院的行政助理。那你的工作范围包括什么项目呢？培根的行政工作就是包括办学生主证的，我是负责办学生主证的那些细节啊，还有帮忙培根学院做那些行政的工作。那你怎样协助学生在这方面的手续呢？我会帮忙学生，还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出现在他们在新加坡驻留的这些等等的。你会协助他们的、那你会带他们下去那个 immigration 那边吗？啊，这是一定会的。OK， 如果除了这些行政方面的工作，你跟学生的关系如何？我跟的学生的关系很好。什么困境还是什么烦恼，你会辅导他们呢？没有，我尽量可以帮忙，我去帮忙。OK， 对啊，对。那 OK， 谢谢你 ，Kelvin。OK， 再见，拜拜。拜拜。